今日今日，今日今日，我们姐妹两条蛇侵犯这金山寺。去！这是什么所在？姐姐，子路死城。 每时每刻都在生死一线之间。上车。这里是修罗城。你们堕入这座城，因为你们心中有太强的执念。快走！不管这修罗城什么样，我都要逃出去。 我要去救我姐姐。原来他和你有关系。你该放下心中的执念。如果我够强，我自己就可以一掌逼了法海。小白，这心中执念我不会放下。 活下去，姐姐。哟，又来客人了。